丸子，像你这么晚打电话，我跟你说，宝宝可是要抗议的。你先什么都别说，先看漫画 APP， 快！哇，哇塞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石小念大神签约出版的消息放出来，粉丝们都沸腾了。你看到下面没有？一大堆人催更，还说什么要一次性看完怪物第一季，还要买指数收藏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得给出版社负责人打电话，加快进程。哎，丸子丸子，这工作归工作，但是你呢，不要一有什么事儿就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。你还是当妈妈的人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了，所以你现在立刻马上上床睡觉，工作的事儿明天再说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处理。嗯。哎，不过丸子，我现在真的好幸福，我真的是我有点膨胀了，我都。傻瓜，我也觉得好幸福啊！快睡觉吧，啊，晚安，耶！老婆，我不幸福呀，我想睡觉，咱俩一起睡觉啊，一起幸福好吗？嗯，滚一边去啊！快睡觉吧，睡觉吧，睡觉吧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站着发什么呆啊？你呢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下来鬼鬼祟祟做什么？倒水啊！我不是新接手了那个项目吗？我就想抓紧把它做完，这样恩义后面再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腾出时间来。累吗？不累呀、啊，能专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开心、啊。而且，前几稿我发到网上去，效果特别好，所以我要一鼓作气把这个做完。你怎么这么蠢啊？快去睡觉吧，不然把身体累垮了，要用灵魂画画呀。好，那我继续去战斗了。画完这一稿我就睡。小老板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暮雪最近活动频繁，还是要关注着。小念他没经历过这些事儿，你多少要帮他防着点儿。影视的前瞻漫画放到了网上，相当于对其进行了二次加工，的确构成了侵占行为。哎，这下完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这个问题虽然棘手，但是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。毕竟我们不是故意侵权，只不过我总觉得好像一直有人在刻意带节奏。喂，宝贝儿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这点大风大雨算什么？咱们什么没经历过？哎呀，你在我面前就别嘴硬了，说的好像你真的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一样。那比起我们没工作、身无分文，两个人同吃一碗便当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好很多了吗？咱们坚持下去，再挺一挺，应该就过去了。哎。等一下啊，我这进了一个电话，你等会儿再打。喂，喂，石小姐，我是城市快报的记者，我想采访你一下关于侵权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和你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和处理是怎么样的？哦，我记者，给我。喂，你好。
小念，石小念。我不说话了，我就在这陪着你。我挺好的，我是在想晚上做什么吃的。小丸子他们晚上来咱们家吃饭，你怎么不问我他们为什么来啊？小丸子怀孕以后被医生看得很严，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们了。你别吞吞吐吐的了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我挺好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白玉已经在查了，那些风言风语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。王思明给我打电话说千初不见了，他现在在哪儿？看在你这么担心他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但是你也要帮我做点什么。好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我要你跟我一起彻底毁掉石小念。毁掉石小念？对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你为什么要毁掉石小念？他又不会妨碍你什么。师弟，你清醒一点。解除掉石小念对于你来说不是更好的事吗？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一会儿别乱说话。哎，小老板。哎，来了。小念呢？哦，在厨房呢。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？吃个便饭而已，还是我们小老板娘靠谱。那个，小念她没事吧？没事，坐吧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就吃个便饭这么夸张？怪不得公公说你在厨房里面待了一下午。小念，做这么多干啥？累死了还吃不完，怪浪费的。你们来我高兴，我就多做了一点。你呀，你这是借做饭分神发泄的吧？都跟你说了，让你不要去看网上那些垃圾评论了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没看，真没看。这个事情呢，本来就是他们出品方的错，买版权的是他们，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你去跟原作者沟通吧，是吧？估计是因为之前宣传都把小念推在前面了，所以网上那些不明事情原委的人肯定是逮着最初风头的人喷。有些人在网上评论啊，只是为了宣泄个人情绪，而不是真的发表意见。他们是为了喷而喷，他们甚至连事情的真相都不知道。对于这些不了解情况毫无是非观的人来说，他们评论什么我们何必在意呢？吃饭。快吃，这有硬菜。多吃点啊，吃不完不许出来。哎，那你也不用盛这么多呀，我又不是猪，你喂猪呢？猪啊，只知道吃，没有烦恼。猪可比你快乐多了。还说我是猪。宋经理，我去接一下。
喂，石小姐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我们跟西贝老师这边有点误会。哎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发布会的时候，澄清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就太感谢了。除了澄清名誉的事情，小说改编权也希望你们能尽快解决，这样咱们的合同也好继续进行下去。我很理解西贝老师，如果我是他，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很生气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发布会那边，如果需要我帮忙，我也会过去出面解决、出面解释的。哎，好嘞，石小姐，那太感谢您了。那我们发布会在周六的中午，到时候我会派司机过去接你。好，那我们周六见。好的。穆总，搞定了，他愿意过来。学姐，你能再跟我说一次吗？我没太听明白。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会办一场发布会，跟你姐姐说的是宣传她的漫画，顺便解释一下这次的侵权风波。但其实，老宋，你来解释一下吧。是这样的，学姐，到时候我们还会安排您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出席，你只要对石小念多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了。好话？这都要我教你吗？不管石小念怎么解释，你都认定他是明知故犯，然后你再替他好好的道个歉。我跟石小念关系不好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这个时候去替他站台，太奇怪了吧？这就是你发挥你专业素养的时候。知名女星为了她影响不良的姐姐含泪鞠躬道歉，多好的噱头啊！你还可以跟你的经纪公司联系一下宣传的事情。我要去这件事情，石小念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，这是给她的惊喜。这次惊喜的片酬就是迁出的地址和你们的未来。你是唯一的女主角，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罢演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发什么呆啊？我看星星，看月亮。看星星，看月亮。你不冷吗？你这怎么不拿个大衣来呀？你这加三明治呢？你还不开心呢？没有，没有不开心。那个项目负责人说发布会的事情怎么解决了？宋经理说会出来解释这个事儿，上午发布会开完，下午澄清的稿件就会发出来。那还可以啊，说明他们是有公关的解决方案的。啊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错，因为在此之前我也知道他们版权有问题，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努力完成，尽力解决。结果配合他们提前宣传改编，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不谨慎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有错。我是你的直系上司，按理说呢，应该帮你过滤合同，分析项目的风险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。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真的不是你的错。我还担心会连累到 NE 的名声呢。你看现在关于漫画改编侵权这些事情多敏感啊。结果咱们这事儿一出，正好撞到风口上，他们已经把我原来的作品都拿出来鞭尸了。我特别怕牵扯到 NE。你放心，NE 这么大的公司，不是说牵扯就能牵扯得到的。那我也不愿意做一个只会躲在蜗牛壳里的人。NE 是我的，你的工作室也是我的，这些。工作室虽然是你投资的，但是除了 NE 的项目以外，其他的项目都是我、丸子、白羽。努力去谈下来，努力去完成的，所以工作室从来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。那一个温柔
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工作室蒙上了污点，还连累了恩义的名声，我心里真的挺过不去的。不过也只是难过而已，毕竟人生总会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不会有人一直挡在你前面，自己都要去努力经历，好好解决。我知道你觉得我对事情不太计较，觉得我蠢，总想挡在我前面，总想帮我，但是我始终相信用真心对待别人，努力工作，哪怕蠢也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。你不是蠢，你是蠢到家了。即便蠢，我也会努力工作，早晚有一天会让恩义科技，让龚总裁因为投资了石小念工作室而感到骄傲自豪。好好，多谢你了。天就快亮了，快睡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回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你是我的，你快回去吧。你在忙吗？没有啊，我在车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发布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有点紧张，想跟你说说话。要我去陪你吗？哎，不，你千万别来，我现在巴不得跟恩义扯开关系呢，你这一来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那我去后台。不行，后台也不行，今天记者特别多。哎，你不用来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石小姐，你要做准备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马上要上台了，拜拜。石小姐，别害怕。到时候我会解释跟西北老师的误会的，你只要上台回答漫画创作的问题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今天发布会的活动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程程。本场发布会的主角石小念小姐，她才华横溢，人气超高，被称为是90后少女心的代表人物。她所创作的商业短片在网络上引爆热议，并且被各大门户网站所转载。而她的漫画代表作，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，《怪物片之狂》连载点击率已经突破3.5亿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了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石小念小姐登场。
实今天在我们发布会的现场啊，还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，他不仅是石小念小姐的忠实粉丝，而且还是她的妹妹，让我们掌声欢迎知名影星石迪小姐。去石小念的啊？现在吗？我派过去的媒体说石迪也在发布会现场。以上就是我们漫画的大概情况，希望连载之后呢，各位媒体朋友们可以多多的支持。接下来进入记者提问环节，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积极的和我们交流。来，您，我想请问石小念小姐，最近网传您改编的漫画没有经过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权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位，请问原著作者西贝在微博上说将借助法律手段维权，石小姐有收到过相关信息吗？借助法律手段？宋经理不是说那是误会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谢谢各位的踊跃提问啊，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乱遵守秩序，一个个来。来，您，不好意思大家，请大家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来解释。首先我对这件事情向大家道歉，在参与漫画改编之前，我的确有听说过版权纠纷的问题，但是当时制片方有跟我保证说很快会解决，可是我的工作领域主要是在内容创作方面，所以后期也没有再多问多了解，因为我的疏忽造成了这样的差错，实在是抱歉。好，这位第二排。可是西贝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，他是否主动跟您的团队沟通过这个问题，但是直接被你们拒绝了，请问这件事您怎么解释呢？我没有拒绝他，而且我根本没见过你说的这个西贝老师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大家都别着急，还是我来跟大家说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位媒体朋友，不好意思，我姐姐她比较少出现在台前，对于这样面对面的交流，她可能还不太适应，所以就由我来替她回答这些问题吧。刚才主持人说我是我姐姐漫画的忠实粉丝，其实不是一句宣传语，我姐姐她很久没有出版新的漫画了，前几天回到家中，她突然跟我说了这本小说，说授权她做漫画，没准还能改编成影视剧，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姐妹俩还能合作呢。别说是我姐姐了，我听了也很高兴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这个漫画出现一些版权问题，但是很快就会解决的，所以我姐姐可能她也没有太在意。这么说石小念小姐不是没有在意版权问题，而是明明有问题却还是坚持侵权了？我姐姐她只是想要做好的作品，对于这样好的项目和机会，谁也舍不得放弃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一些问题。我姐姐刚刚也道歉了，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理解，我相信我姐姐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在说什么呢？请问石小姐为什么要拒绝西贝老师呢？关于她拒绝西贝老师这件事情，其实这怎么了？看一看，是啊，没人管一下，赶紧去休息一下。走。小念，哭吧，好好发泄。小老板，我这拉闸时间是。
那个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就要离开。不能走。怎么这么傻呀？现在不走，等着留下来被他们看笑话吗？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为我而起的，我现在走了，我都没有来得及解释，还没搞明白呢。需要今天所有的媒体明白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哎呦，你还敢来呢？石小念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正好啊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要对我说什么？快说吧。我要跟你单独说。哎呦，都什么节骨眼上了，还单独谈呢？装什么神秘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对媒体的这些说辞，是有人指使你的吗？没有。谁能指使我？我不知道谁能指使你，但我知道谁能要挟你。你很想知道穆千初的状况吧？毕竟他已经失踪几天了。这是他主治医师发来的，好好看看。喂，涛儿，我这边的检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喂，穆总，现场怎么回事？直播怎么停了？听说这边跳闸断电了，正在恢复。断电？为什么会断电？除了断电，还有什么别的情况？没有。现场除了石小念和史迪之外，有没有别人？比如说公欧还有 ENG 的人，并没有看到。那他们赶紧处理吧。如果见到 ENG 的人，就让媒体拍下来。这不可能。他明明跟我说千初恢复得很好，还说找了医生照顾他，让他早日恢复记忆，好回到原本的生活。原本的生活？你说的是你做穆太太的生活？千初他不见我，我只能通过他知道千初的近况，而且学姐也说了，只要我帮他，他就好好照顾千初，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，让他接手公司，还说会在他面前帮我说好话，让他早点记起我。所以穆学已经把穆氏从穆千初手里的所有重要项目全部都拿走了，你也不知道吧？他不仅不会帮穆千初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他最近还在一直联系金融律师以及穆氏股东，准备吞掉穆千初全部的股份。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像你看到的那样，在吞掉穆千初的股份后，就会强制把他送到国外休养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穆雪不是穆千初的亲姐姐吗？他利用我，我还以为他不会骗我呢。那千初到底怎么样啊？学姐说他身体恢复得不错，是真的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我知道穆千初也并非手无缚鸡之力，就算穆雪控制了他，我相信他能照顾好自己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去调查小念漫画的人就是穆雪，对吧？他们两个去哪儿了？有人看见石小姐了吗？哎哎，小念，让我去吧，你们俩快走，趁记者来之前。小迪，你要干嘛去？我要去告诉他们真相。你不能上去，你不能上去。
我要去告诉他们穆雪到底有多可恶，对千初，对你，而且今天我说这些话全都是他教我说的，还有你们之间那些事儿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我要去告诉他们，他还骗了我，他骗我做了好多事情。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？哎呀，还这么爱哭鼻子。我在呢，小迪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上台呀？穆雪那些话，你真的觉得能说出口吗？千初现在还在他手上，他对他能做什么，咱们都不知道。你这个样子做，太冒险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记者都在外面等着呢，而且我刚刚还说了那种话，这怎么收场啊？没事的，你可是一个女明星，你这样子哭被别的记者看到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石小姐，您可以做准备了。我来吧，你留在这儿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感谢大家的配合，我们的电力已经恢复了，再次有请石小念小姐登台。首先我要给今天到来的所有媒体朋友，关注我的读者粉丝，最重要的就是我的《狂暴女孩》这本书的原著作者西北老师道歉。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我的《狂暴女孩》存在版权问题，的确我很早就知道，无论这其中有多少误会，造成这次风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自己，是我太不谨慎了，这一点无可辩驳。作为一个原创作者，我其实很能理解西北老师被侵权的愤怒，给他造成了深深的伤害，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，而且还牵扯到了我妹妹以前的这件事情。石小姐，刚刚石迪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是故意说谎的吗？其实你根本就知道版权问题，但是为了自己的作品却依然故意去侵权，或者说是石小姐在报复你吗？毕竟大家一直听说你们两姐妹的关系非常一般，甚至因为情感问题发生过矛盾。不是吧，不是说石小念抢石迪男朋友吗？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，看来今天有好戏看。我和妹妹之间没有任何问题，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她毫不知情，只是陈述事实而已，抱歉了各位。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对恩义造成影响，可是我还是不能推小迪出去，把咱们的感情牵扯进来。可是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。平安就好，别的交给我。哎，小老板，小念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，自己在那儿纠结的吃不好也睡不好呢。哎，不过小念还是有很多粉丝支持他的。今天信息量这么大，又是师弟又是那破事儿，他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吧。小念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。哎，不过小老板，咱们明天怎么办？你这一出场，咱们一想不牵扯进来都不行。还有那个穆雪，想想也头疼。
别想这么多了。怎么能不想？穆千初现在人在哪儿还不知道，穆雪又搞这么一连串的事情，咱们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呀？最起码也让他收敛点。我心里有数。姐姐帮你梳好就好了。伤就说是跑摔了，每次撒谎成功过，爸一身就露馅。没关系，走吧。小时候为什么我跟施小念在外面打架，你一审就审出来了？因为你姐啊。是。我姐她从来不会撒谎，你一问，她就都招了。不是她不会撒谎，是只要她说了实话，我跟你妈肯定逮着她说，也就没空骂你了。这么想起来。小时候我还真的没怎么被骂过。你姐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懂。你们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只骂她不骂我呀？小迪啊，你姐啊，她是想护着你，这是你们姐妹俩一点小默契，我跟你妈又何必要破坏揭穿呢？怪不得叫他美少女战士呢。